游戏啊，在游动。哎呦，糖还糖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哇，这里哇，这里有一堆。哇、哦，他带我来他们秘密基地了吗？哎呀，一条。哎呀，我好抓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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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手跟脚似的。哎呀，两条，啊，三条，这边，哎呀，哇，四条，这里还有两条，弄点水先。哎呀，啊，这里有一堆。条鱼，哇，那里还有螃蟹，这个是，哇哦，这鱼好吃哦。不过这鱼的话是比较腥一点，这个它有三根刺，这三根刺好凶的，这么大一条鱼搁浅在海边。哎呀，螃蟹，哎呀，有点好抓。其他地方找找吧。哎呦！哦，哇！这天气变暖了，虾都出洞了。天冷的话，一点虾都看不到的，连虾壳都看不到。哎呦！哇，好难抓！哎呀！好能跳哦！哇，这边也有一条。哎呦，这虾有点软软的，应该是刚蜕壳的。我继续找。哇，这里有，哇塞，一大堆的东西。哎呀，这条小一点。哎呀，螃蟹好抓，抓螃蟹。哎呀，这个回家直接白灼就可以了。哇，这里有一条虾，它已经卧在沙子下面了。哇，小的。一个竹节螺的壳，那两条小的咱们就不管了。真的没有的哦，这里来了。哎呦，这弹跳力，哎呀，这种尖尖的这个刺我有点不敢忍，这人很疼的。哇，这里有两条。这里葛优躺着，活的哦。嘿，哎呦，个头都好大哦。哦，这里有虾，哇，它长长的须看到没有？这须好漂亮啊。还抓了个石头还是什么来的螺，哇！前面这里也有哎，哎呀，看，哇，两条，一条两条，哎呀，糖。
糖，哎呦，好能糖啊！哎呀，哎呦，个头很大哦。这还有没有糖子的呢？图是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还会动的，看，会动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但是有点像怪兽，电视里面的怪兽，它好多的触须须呀，这里，这有一条哎，活吗？哦，还是活的，它这里面有东西在动，这里有一条，哎呦，哇，看那里有条鱼，哇，它在那里吐白肚呢，看这肚子白白的，好大一条啊！哎呦，直接搁浅在这里，又是那个古仔鱼。哎呀，这个一条就够吃了。哎呦，刚不小心被它的刺碰到了，哇，还挺疼的。这个它的刺是有毒的哦，所以说要小心。我抓到了都能碰到，真的是。哇，这里有虾！哎呦，这么能跳，你赶去动手得了。哦，这里。这里也有，哦，鱼，哇，还是两条，这里也有一条，哇，这条大，哦，有，这个不能动，实在手啊，真的是吃到的话，不知道疼多久。它有点像鲨鱼，但这个是古仔鱼来的。哇，哦，这条好重啊，好大啊！哎呦，这是巨无霸来的了，啊，这么大一条，最少都有两斤。那里还有一条的，先倒存了，在这里。哇，这条可以哦，这个头。还有没有藏着其他东西？就留两条大鱼已经是算不错的。这里有虾，哎呀！今天这桶收获好大桶哦，这几条鱼就特别的大了，还有这虾都有两三斤了。好，水已经涨了，下面的话还有很多东西在那里活蹦乱跳，但是的话我们也不早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阿美的视频可以关注啊，咱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